深水埗以前唐楼林立，近年大力重建社区。由于社区旧悠久，生活配套完善，吸引不少翻工一族以及方便翻学的用家，而部分楼龄新的物业更加是投资自住的好选择。起型是房协和市建局港人港地的楼盘，2015年落成，属于单栋式物业，楼高22层，一梯五火，提供130个单位，位于深水埗和长沙环之间的闹市，物业实用率和楼底高，开积由一房到三房都有，面积399至667尺，主打两房单位，整体供应多达六成，物业以用家为主。起型属于小学40校网，有协和小学、荔枝角天主教小学、深水埗官立小学，而中学是属于深水埗区，都有不少选择的，好似德贞女子中学、历史悠久的英华书院、圣玛加利男女英文中小学、长沙环天主教中学等等，都是热门名校之选。住得深水埗，最吸引的当然是完善的交通网络啦。屋苑邻近长沙环站，去港九各地方便快捷。在青山道、长沙环道和荔枝角道都有不同的巴士线，路线可以说四通八达。附近有红 van 通宵行驶，交通永远不会有任何问题。除了交通一流，起型楼下已经是各式民生商铺、街市、日用品、超市一应俱全。要买电子用品或者去大型商场，就可以去鸭寮街和西九龙中心。高登和黄金商场更加是电子产品的集中地，住户想买最新的电子产品，真是话都冇咁易。看完今次介绍，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屋苑详情，请联络以下分享。